喂，妹，咱妈生日，你回来吗？哥呀，妈的生日我赶不回去了，公司有点忙，生活费我晚点给你打过去。哦，那行吧。我妹说了，她今天晚上把生活费打过来。这还差不多。雷子，来，把这个给你妈端过去，这个好消化。妈，雷子，你妈有高血压，这要是吃坏了可怎么办呀？你个傻姑娘，你要是让你妈身体好了，你妹不是月月给你家打钱吗？妈，也是啊。